疫情指挥中心昨天表示，因为本土疫情有转好，也阁会当控制。那这民众注第三剂，这比率有到五成。啊，各位中旬就拍算要来啊放任这边境管制的措施。有专家是表示，认同我那建议讲，今年四月麦当来试办第二阶段，都、就是有条件好在入境的人完全唔免隔离检疫。新冠本土疫情在十八日阁增加三例感染传播病个案。当地高雄累计目前国内拢总有11条感染源不明传播链，对此有感染科专家表示，奥密克戎特性就是传播力强，潜伏期短，一寡确诊个案只是小部分，国内社区恐怕有搁较侪的温型传播链，好加在应该大多数拢是轻症。台湾现在隐形传染链应该不少啦，那可是因为大部分是轻症，所以暂时你也不会浮现，它会浮现就是。他被逼的要做检查，比如说他要去医院看诊，或者是他要出国。农历春节过了后，本土疫情慢慢啊稳定，会当控制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那个民众第三剂疫苗注射率达到50%，拍算放任边境管制措施，包括放宽检疫天数、开放商务客来台等，希望三会中旬进程会当达标。有工会学者表示认同，阁进一步建议，今年四月会当举办第二阶段，有条件让入境者完全免除隔离检疫。如果他打了三剂疫苗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又在时效里面，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采取所谓的这个，所谓的这个不需要隔离跟检疫，也就是说来解放。专家学者拢指出，新冠病毒无可能清零，而且真可能轻症也是流感化。现阶段目标是伫动静清零甲动态清零。随着各国边境渐渐啊解封，台湾也会朝解封方向。那民众疫苗注射率有够悬，阁有充足的抗病毒药物，今年底应该有机会完全解封，让生活恢复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